我寻思他这么大，他定过打那种文革了，值了好几回呢。嗯，结果他不，我还不跟他说了的说，我说我为啥选择你？因为你定过打那种文革，你能引出好歹的人。我说文革，你看我不参加。我说他不给我发，我是打的这个，我自己能挣钱吃饭。我让他参加老爷。我说我咱们自己能。